来，今天我们要示范的是如何去分解一只鸡肉。啊，这个是同事家有人养鸡哈，托他买了一只鸡。这只全鸡呢，这一只是300块，算是还蛮便宜的土鸡肉。那或者是说你在好市多有时候买他们的全鸡也是很划算。那全鸡买回来就只能够自己处理哈。那我们现在示范如何处理这只全鸡。好，那这只全鸡呢，就是很完整一只鸡哈，有腿、有翅、有头哈，整身都有。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它。那处理的第一步呢，我们先把头剁掉。我们在剁鸡肉的时候要记得，我们使用的位置是这个位置，不是用这里，不是用这里，是用这个地方。好，尽量用这个地方来剁。鸡头剁开，然后我们再来处理其他部位。现在我们要处理腿，好，那我们把这里先切开，把它的脚拿出来。好，好，然后处理腿的时候呢，它的切的位置是这样子，这里有一条，你想象这里有一条线，哦，这条线。好，那从这里给它画下去，我画这条线来，这边把它切开。好，那这样切下去呢，你恰好会切到它的关节。好，那从关节去剁呢就很轻松。还是大腿的位置就切好了。好，那另外一边的话就一样的处理方式，记得要找到那条线哦，那个大腿的线哦，就是这个地方哦，要这个沿着地方去切，先切开再剁。那这边话要削这个位置哈，削这个位置。那就可以找到它的关节，哦，从它的关节处剁下去，很轻松的。好，又一只腿起来了哈。来，再来就处理它的翅膀。翅膀的话呢，它的画的线是这样子，哦，这里到这里，这样，哦，这个位置。这样画呢，就可以剁下来才有肉哈。好，那关节就在这个地方了。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去剁。好，一个刺下来了。另外一个刺呢，一样的方式来处理。好，一个刺，再来换鸡胸的处理。从这边呢，先切开，把它分成上下两半。好，那这也是背，鸡的背，这也是鸡的腹部，腹部的肉很多。那这一块就是它的鸡胸肉，这块就是它的鸡胸肉。好，那我们这个腹部处理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从中间切下去，留下它的那个比较完整的胸肉。
好，那这个的话你可以胸肉部分你可以整个把它剔下来，只留胸肉，或者是把它直接切块，哦，看你的用途。你只留胸肉的话，可以拿来做像火鸡肉饭，像鸡肉饭啊，或是一些那个做绞肉料理之类的哦。好，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采取切块就好。在骨的话呢，这个背部的话，我们也是可以从中间把它切开。剩下切块。那鸡头的话呢，我们鸡冠可以先把它切开。这个鸡冠这部分，有些人还蛮喜欢吃的，像我们家小孩，我很爱吃鸡冠这个部分。那剩下的呢，我们把它脖子地方切块。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妥的处理。好了，来，那我们来处理这整只大腿哦。整只大腿的话，也是从这个脚的地方来剁开。用这个位置去剁比较好瞄准。好，脚呢，去它的指甲。好，那这样就可以去料理了然后腿的话呢，如果要整只下去做烤鸡腿也不错哈，去腌完做烤鸡腿哈。那如果想要煮个烧酒鸡或鸡汤哦，可以把它切块。切块的话也是先划开，我们从这里划，从这个位置划下去，先把皮肉划开，划到关节处，这样才好剁。这样轻松就可以剁开了。直接剁的话，可能肉就会剁烂哦。好，那我们把这块再切一半。腿呢，我给它切块。好。再示范一下这个刺哦，刺再切的话，当然还是可以整块下去煮或烤啊。那我们切的话，从这里，从这个地方先划开，划到关节，轻轻的就切开了。那这二节刺就可以直接煮了，再切可能太小了，这块也是可以直接煮，不用再切。都把它处理好。那你如果能够自己去处理鸡肉的话你就有时候拜拜啊或者是看你自己想要吃什么样的鸡肉
或者是呢，你在卖场买那种整只的鸡，会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它不用处理嘛，它就节省到手续啦，它就可以卖便宜一点。那我是最喜欢买 Costco 那一种全鸡，就好市多的全鸡整只的，然后就是各部位都有，你可以自己去处理它，我看要怎么料理。好，那我们就全部都切好了，处理完成很轻松很快，一点都不困难，大家可以去在家自己试看看。好，谢谢大家。